您的孩子王伟旭未来可能因为冲动的个性犯下大错。什么时候？几岁的时候？他真的会杀人吗？不忘掉预测的事情啊。说的这么简单，要是你看过预测，你就不会这样说。他们凭什么帮别人算命？你不相信自己吗？他们是礼物哎。如果我的人生要被礼物改变还有影响，我们到底养大小孩是为了什么啊？2049台视 My Video 东森联合献映。